笑，大仙不闹。我们来 ，OK， 兄弟们，好久没有这个，看一下这个接近十天没玩，重新上线是个怎么情况？先把中线过了，韩信在上路漏了啊，韩信在上路漏了。把腰刀吃了，上路啊，有点危险，赶紧过去啊。有点下饭，但问题不大，是吧？主打一个功能性嘛，你不可能每一波你这个大刀丢得很好的，你别千万别因为这个。完了，我刚才多少画面没有录啊？这么搞，就不仅对着空气直播，连画面都没有。哎呀，老哥，我真的醉了呀！快点呐！哎呀，我服了，我这样的线直接中下塔全没了。是有神明，我直接一手框啊！战神一拉 A 他，贼，错了没？跟我闹。终于是让我框到一个正确的大了呀，框了一整把什么都没框到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哎呀，我真是拿我的命去卖呀。无情七点九分，再打两把就下了。啊，虎牙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咱们不见不散。